啊，你快递。谢谢啊，没事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不那挺好哥吗？这都认出来了，我戴口罩戴帽子啊。你上回不也戴口罩吗？认出来了。啊，你拿走吧。哎，你咋跟跑腿了？啊，我找个兼职。你别跟直接说，他不知道啊。为啥不告诉他呀？你等会儿啊，我告诉他一句。不是，我偷摸寻思赚点钱，然后开。不告诉他呀？哎，芝芝，你的对象在门口，你快出来一下。不是，哎，等会儿，你赚点钱咋的了？告诉他咋的了？他老给我花钱，我不寻思不好。那有啥的？那我真走了，我这。你等一会儿，他马上就过来了，差一会儿。来了。我。你又帮朋友送东西啊？没有，我帮你朋友送东西。嗯、他。我叫跑腿儿。怎么正好看到他了？咋回事啊？这还不让我告诉你、啊？是不是又骗我？没有，我赚点钱嘛，合计、哎。生气。为啥？你帮我说说，芝芝。哎，这咋整？我就知道你肯定没穿多。我不冷。没，对我这么好。生气。又不跟我说，你不早都你不都猜着了吗？昨天那哥们快递都拿卖的拿错了，拿你的。猜着归猜着了，但是你得亲口跟我说这件事啊，我不能让我闺蜜看着啊，多尴尬呀！你嫌我送跑腿丢人啊？不是丢人啊，而是他看到他告诉我的，是我让他保密，他非得告诉你，你这闺蜜，嗯，怪不得你闺蜜，你生气吗？蒙在鼓里了，那我闺蜜该咋想啊？你生气吗？生气，生气呢？我晚上我请超时的，现在挣好几百呢。你不要开店吗？是不？嗯。打几份工啊？现在就这两份，以后我可能会有其他的业务。累吗？不累。那我走了，我那单一会儿超时了。去吧，我拉花拉严实了。我不冷，我不冷。快去吧，一会儿来接我。嗯。你走了，拜拜。